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架子鼓表演。这个是女人，林晨老师，您找谁呢？在外有人等你，等你一小时了。夫人，精神病。我向你们请命。我先回去了。看新闻了吗？市公安局一名刑警因执行任务受伤，安和医院双手现送往安和医院进行抢救。没事吗？哟，王主任，稀客呀！您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。啊，要来我给我请美镜。我先走了，还有事。人就这么走了？十二床帮我盯紧一点，血压和上呼吸的问题。你刚才看人的眼神，绝对有问题。行了，吃包子堵住你嘴。听说有人说，只要见了我，病就好一半了。哎，您说老师，您胳膊好了？等一下接台手术，能不能提前一点？我今天想准时下班。主任，今天不对劲。来了。你怎么知道是我？验口见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人，我生过了。哎呦，我觉得让您早起这么一会儿，至于吗？明川老师这么憔悴，昨晚去哪了？他前天成这样，没休息好。昨天晚上我们俩，我给你十分钟，你快坐好了说。这人的感情要是都能说清楚，那就好了。那别说了，我只是觉得你在利用我们俩的感情。这就是我的目的，没意思。我警告你啊，做人要知足常乐，你能做到吗？我选择谨遵医嘱。